面检查您的眼睛健康状况，会不会觉得眼睛常常干涩啊，视力模糊？不用到大医院，不用排队，不需要任何费用，到我们的大树联署药局泸州长虹店现场免费就帮你做红斑部的检查后眼睛的检查。今天是6月1号，大树长龙健保药局今天开幕，所以只要你加入会员就有见面礼，赶快起床来排队哦。他是6月1号跟6月2号两天，今天是礼拜五了，明天礼拜六，明天人会比较多哈。今天是我们大树药局泸州长虹店开幕，现在我们许多商品都有做买一送一。打过来一点。